小心。 假的，你们这些外星人太可怕了，做梦是假的，比赛是假的，变脸也是假的。万一现在你还是假的，怎么办啊？ 你能听见我心里的声音，这个不可能是假的。放心，有我在呢。所有的故事已经沉入夜幕之中，每一个孤独的孩子。 我可是你的小女人，以后啊，在这个地球上，你就是我小弟，我罩着你。在那一刻，你是在那一个月光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，不想要每一分每一秒，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忆留下眼心的脚印。 想回家。好，我让我的车先送你回去。那你去哪儿？我还要把它先处理掉。放心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来，上车吧。心底，他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 在家等着我回来。